谢谢你哈。好，我们今天2016交给创业之人。谢谢。好啊，来吧。我们先去公司看一下。好，跟我来。对。你觉得还能回去自己骑单车最美好的年代是在什么时候呢？那肯定是现在啊。对，或者说我们过去这几个月里边在研发的时候过来骑不同的车。哦，那你觉得 Mobike 目前的创业怎么样？进展怎么样？还算才起步吧，但初期其实比较顺利。我看到就是大家非常Mobike非常的漂亮啊，谢谢。在路边上会看到有人在设法撕掉这个二维码，然后或者说想把单车骑回家这种人，你想对他说什么？那肯定制止啊，说你不能这么干啊，你要爱起来爱护这个事儿。如果说在某个小区里面，假如你看到Mobike停到了这样一个位置，你是会想方设法拖着把它骑走，还是说你会有强迫症似的把它再停回？那我肯定是先举报，然后再把这个车放到正确的地方，因为举报之后。 我们用户，我们的客服会联系用户过来跟他讲，这样做是不对的。每纠正一个，就会更多的人过来遵守规则。那么想让单，我们里边坐吧。靠民众自发的力量实现这种良性循环，你觉得这个愿望实现的难吗？难，但是其实我们非常有信心，而且除了民众的力量之外，我们要再加上技术，加上政府，可能包括媒体的力量一起来去努力。为什么说原来他们是半小时，开起来是一小时两块钱吗？ 这样的话呢，比较容易能够让更多的人更快的去接受这个事物，一起来参与到骑自行车这个事情里边来。这是我们公司，请进吧。进去看一下。好。还有什么问题？把单车做得这么重，是不是当时想把大家骑得太远？啊，完全没有，是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考虑这个事儿是说，我们希望这辆车尽可能的皮实、结实、安全，这是第一位的。 然后我们再接下来会想办法去降低这个车身的重量。我想最终你还要还是要回到用户的需求上，用户有哪些需求，哪些是最主要的，你要想办法去满足它，这才能产生源源不断的创新。您之前在微软工作过，你觉得现在Mobike的这个生命不适合工作室的相似？倒没那么想过，其实还是回到这个事情本身，我们就是想让人们去骑自行车，然后更多人过来去把它作为日常通勤的一部分，所以其实没去想很多。您在做Mobike的话，也会经常骑单车。当然，那现在在做Mobike的话，也会经常骑单车。当然，我应该是Mobike骑行数最多的用户之一。使用户是吧？那绝对的，我几乎所有的指标都是最高的。同事们，他们也肯定都是的。你目前骑过Mobike最长的距离是多少？都是小于10公里的，因为坦率的说，这辆车设计就希望能够让人们在3、4公里的时候使用它。太长了，其实不是特别适合。有没有设想过有一天单自己骑着Mobike，然后飞上广？为什么要逃离？如果是这个城市更多人骑车，然后交通更好的话，空气更好的话，为什么要逃离呢？那现在能透露我们现在第三个Mobike城市是哪里吗？我想很再过几周，很快大家就会知道了。确切的说是这样，就是上海会有超过300个地铁站，有这个非机动车的停车处。然后其中虹口政府、杨浦区政府，包括长宁政府都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支持。所以现在已经有71个地铁站的停车点开始对摩拜来免费，这样能够让大家这个用车取车会更方便。对。您现在是40岁，等于重新再创业了这样一个。40岁怎么了？那你觉得阅历和实践的积累是创新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吗？ 我觉得这其实关系不大。哎，最近我看到那个WHO过来发布一个新的中年人标准，是从青年人是从40岁开始到69岁，那还有很长。所以其实我可以骑单车骑到老。一直到老吧。一直到老是吗？对。您往我这边走吗？可以。OK。那民众在去接受这个还车的这样良性循环的模式，觉得需要自己进行这样的市场教育吗？有一些用户适应的非常快。 然后同时，我们也需要每个方面努力来一起来去教育。我看到你的每一条微博都在说你喜欢单车，你觉得现在它是生活的全部吗？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也是99%。那你是工作狂吗？喜欢，你很难叫工作狂，但我喜欢这个事儿。对。那除了单车，你还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吗？没有，没想过。很执着。对。在那一关于创新的问题吧，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创新是好的？我想本质上是说，
一定不能够去为创新而创新，应该去想说到底我的用户有哪些需求，这些需求没有被满足，然后呢我去满足它，这个事情我管它是创新的还是非创新的方式，只要能满足它就是好的方式。好的，那就最后一个问题啊，我得来想一想，创新就是，对，还是说回到我们过来做这个事情本身，你要想办法去满足用户的需求，然后所谓的创新就是说你用的这个方法可能比传统的方法会更高效或者更快更低成本或者影响更大，我想这是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创新。那你希望摩拜单车可以以后随处可见？那是那咱一定就到这儿了啊，就谢谢您。好，感谢。